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？娇儿不媚，很符合你现在饥渴的新婚少妇人设。哎，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呀？我们这叫先婚后爱，小说网站上还有专门的标签呢。先婚后爱，婚是有了，爱呢？这有什么爱人的呢？ 姐妹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你？女人的胜负欲，我跟你说了啊，我要去手动拉新。怎么了？我们夫妻俩开着两个房间的灯和空调。 不觉得怎么费电吗？有件事我一直忘了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家没安空调。这些事，你可以交给你先生来主动。好像也没那么冷了。 给你泡了红糖水，喝一点。哦，我放主卧了，爸。